你宁可自己额头上长一个妹妹，还是背上长一排弟弟？哎，剑龙哎！大家大家挡住了，那你要负责哪个？要大大哥。我们今天玩的是这个残酷二选一，有十张牌，然后有180道题目，然后可以单独玩，也可以搭配的。实际上有两种人一起玩。然后我们今天跟八婆一起拍片。耶！我是明雪，我是杨，我是小珍。你们玩过吗？我们不用。我们不用。无名小卒。什么意思？好，我是凯洛。胖虎。你的激情呢？你的激情不见了。一人一张。他角色好像。猫咪，猫咪，猫咪，我要猫咪。他的角色可以选啊。他们效果好足哦。效果基本上呢，它就是直接剪上次用过的片段。对啊，直接看上集。我们等一下会拿这个特殊的卡牌来问。它这一次上面居然写建议十八家，残酷二选一，有这么这么对啊，这么凶狠吗？要不然就我先，然后轮过去这样。好啊，就这个，你宁可睡不着觉还是瘦不下来？双数人嘛，早餐店阿姨选瘦不下来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玩个简单的，少数服从多数，开。红不一样大家加三，大家都不用睡觉吗？你对你的身材有把握哦，打架哦，我就胖了，我还需要瘦吗？不用啊，我就睡觉就好了，睡个好觉，对，至少能睡觉，对啊，就是最重要，所以只有我没有分数，对，还是不要讲实话。第二题我们狠一点，一下只能救一边，你要救哪一边？十位70岁老人跟一位20岁的年轻人。那十位70岁的老人是有富翁吗？有点过分。我决定吗？嗯，对，你决定。就十位70岁的老人呢，就是都是领那个退休金。啊，年轻人但跟你们都没有关系。哦，跟我们都没关系。都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那阿姨嘞？阿姨选谁？阿姨，你想选谁？他应该会选70岁老人。对呀，跟他们比较接近。年轻人是他儿子，阿姨救儿子好了啦。好啊，嘿，我们六个人天生一对哈。哦，如果两人与其他玩家都不同的话，那两个人都加五分。一二三，你最好是问他哦。我只想要赚分数而已，这就全部都没分。来，下一题，下一个人啊。你宁可自己额头上长一个妹妹，还是背上长一排弟弟？剑龙这还要选吗？不一定哦，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哦。对啊，每个人想法不能戴帽子，跟不能就是穿上衣的状态。对对，可以啊，稍微改一下而已啊，改剑龙装就可以啦。你要一辈子 cos 剑龙？可是有人会想干你脑袋。哈哈哈哈哈！背上有十个人在做爱怎么办？可是我做爱很开心是吧？他想要跟十个人，一个是脑震荡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多皮脊椎受伤，还是滑塞？阿姨要选什么？阿姨应该很痛苦。阿姨想要体验一下有一排弟弟的感觉。阿姨好嗨哦！阿姨玩很嗨。好，什么规则？一个简单的哈，少数服从多数。OK OK， 1、2、3，我要弟弟。啊！又你最特别，你真的不想赢啊？不是，大家这样子站着很痛苦哎。不是，因为他不会一直都勃起，你知道吗？他可能平常是尾的，所以对啊，流苏风啊。好了，那就下一个。你宁可自己跟山羊爱爱，但没有人知道，或是大家都以为你有跟山羊爱爱。他可以上是喜羊羊吗？好喜羊羊，好喜羊羊哦！干嘛？你的背上突然鼓起来了。阿姨的话，她想要保留她自己的秘密，所以她就是跟山羊爱爱。所以阿姨用那后面那一排跟山羊爱爱。对啊，对啊。哇，阿姨好辛苦啊！天生一对，跟刚刚一样。嗯，好，我大概知道你们会猜什么。好啦，开了，1、2、3。耶！只有你一个人，你们都想，不是没有人知道，就表示这件事没有发生。大家都想对啊，有没有人得分？天生一对就是不会成功了。来你，你宁可自己是一位有外表的，还是有口才的阿姨？就是阿姨已经很老，她想要外表。我选好了，我今天的目标呢，就是维持零到结束。最基本哦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又是少数服从多数。3、2、1。哎呦，我才啊，平分没有阿姨，哇，阿姨是外表，哇，你不是有口才就会赚钱，再拿去整形就好了。可是长得好看的，你也可以赚钱。对啊，没有啊，有口才，我们现在可以当 YouTuber 啊。
我没有说 VTuber 都很丑，就只是也是不是惹错人了？我先回去了，我先下去了。而且他也来你的频道哎，你下去，不是我讲。我只是觉得口才比较重要。我也觉得。每次都能到，但伴侣不到。第二个是每次伴侣都能到，但自己不到。哪里？啊！中山大东路。我简直是对不起他们俩太吵。心有所属，然后阿姨阿姨就不用了。你是哪一只？我是阿婆，我选小珍。菜刀，我选你。那我要选菜刀。我们不要赌菜刀，是不是？我选猫咪好了。一二三，哎呦！你先，你选我嘛。对，我也选我，我也选你。然后我选猫咪。有哎，然后你选我，嗯，哇，那你加一加一。我选米雪。哇，没有，我也是，我选米雪。经典的，经典的，大便会巧克力跟巧克力会大便。哦。可以吧，够经典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吃，阿姨吃巧克力味的大便。阿姨吃大便，口味特别啊！阿姨要吃大便还是巧克力呢？各位，看你平常都吃什么？哇！那不然就来点特别，多数尊重少数，预备，开拍！哇哇哇！全糟糕，没有人吃大便，没人想吃大便。阿姨加三分哎，好猛！这题居然没有人要吃大便，就是没有人想，还是个巧克力啊！是啦。来，接下来十四题，如果有人对你家人开很过分的玩笑，你会选择第一个无奈带过，还是赏他一巴掌？他对你开了什么玩笑啊？很过分，很过分，很过分，过分怎么样？举例，举例，情境题，非常侮辱的那种。哦，他说你妈妈是妓女这种。他说的。哇！雷克，你这是乱讲话。被打。阿姨。阿姨很生气，赏他一巴掌啊！我们来个超级媒人，每个玩家都当媒人来帮自己左手边的玩家和另外一个玩家配对。答案一样的时候，两个玩家各得一分，媒人加四。配对失败，媒人减二。哦，这是最复杂的耶。好了，那一个一个啊，先开好了，然后一个一个先开。好。哎。没有人可以跟我配对成功。我们两个配对失败，我们两个减二。你应该是对的吧？对啊，对啊。你加四，彩佑加一，然后你加一。然后这边表示，然后你选的两个人，他跟我，你，哦，对，我还有分，好棒，然后那我也选你，所以再加二，哦，是我也被加一，然后你再加四，然后你也是，你们两个加一分，我又加一了耶，下一个。哇，来，你宁可七天不大便，还是一天大七次？阿姨就是比较便秘，跟我一样啦，少数服从多数，来，便秘的人吃香哦，一二三。哎，我现在追求这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一天七次进去，一分钟就出来。第一次约会，宁可上厕所被对方看到，或是对方上厕所被我看到，这一定要大便的吧？而且还是那种老塞，有味道，有味道，然后水深，色香味俱全，对，吃坏肚子那种。你直接一拉开，然后就看到你屁股的人对着他，然后那个满出来有点太多。那在谁家呢？是我擦哦。第一次约会到外面吧？第一次约会都带人家回家了吗？阿姨的话，她上厕所被人家看到，最佳互补，自己选一个人，然后如果我们跟那个答案不一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加三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我觉得她每次答案都跟人家不一样，所以我就选她。一、二、三，开，健康，健康。什么？哇，那没有人是。哇！哇！哇你逻辑很正确，不一样哎，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也选你，真的是耶！我也选你，大家觉得我可以给他开头，所以我们都三分哎。是我没加哎，我们全部都加三分哎。哎，你们都选我，哇！没加，你真的看起来很想被人家。对啊，对啊。好了，最后两题，你宁可找一位怎么样的人，很香但是很丑，很美或很帅，可是但是很臭。阿姨，她每天都会遇到，所以她想要宁可对方香一点。我玩最佳互补，就要选人了，就要选人了，没错。1、2、3，哇！对，谁选到不一样的？只有他，只有你一个吗？我只有选到他，耶！哇，只有你一个加三，太快了！平衡，这题可以，这可以。你宁可脸很干还是脸很油？我大概知道女生的答案是什么。
我以为你知道，但你不知道。对，我也觉得。阿姨是阿姨，她是脸干还是脸油？她想要干一点，对，但是她都油，所以她想要干一点。她都用头煎蛋了。好，少数服从多数，简单一点。好，来，一二三。这两个没有分，对，然后其他两分结束了。我们玩桌有一个老规矩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怕爆，下次我输的要惩罚吧？怎么样？想怎么样？对，我们就是最输的会惩罚，用脸煎蛋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办得到的话，第一名决定惩罚的。你们的承受度可以到很高吗？应该是挺高的吧？哎，没有没有，我们承受度有点低，有点低。开始，平常玩不开。不用厨房用品，然后化妆呢？哇，厨房用品，你直接去拿橄榄油卸妆。这样我会直接变成超友哎！等一下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演出，但是买小短剧。然后你跟山羊求爱。那谁要当羊？内裤。所以我需要有动作成羊。跟那只独角兽告白吗？可以啊。然后现在走路，然后撞上霸道总裁，撞到啊，骂他不爽，你撞屁啊！哎，靠他 ！Oh my god， 好帅！然后说哦，没事没事，然后你有事吗？摸他摸他，你有事吗？哎，啊，他推你推开，啊，可是你好喜欢他哦，你变痴女了，哎呀，啊，好棒好棒，啊，挣扎啊挣扎，啊，不行，要趁他趁他，然后去他家找他妈。今天怎么演的比较起劲？我记得他有一点很过分，好像刚刚都没看到，只想爱爱不想聊天，不想聊天不想爱爱。我们今天就是走一个十八禁路线，只想聊天。咬了三分之一口，宁可看到半截蟑螂，还是许多面包虫？哇！有一题我觉得这个太偏题了吧，尤其是明明可以有超敏感牙齿，还是超敏感乳头？请问一下，谁会选牙齿？那要选乳头啊？乳头可以穿个衣服你就定了，哎，这样好吗？不会傲是不？你穿衣服你会？大家应该都选乳头吧？好哎，所以在下方留言的话有抽奖，然后会抽出三盒，如果喜欢就自己跟家人喜欢，好想看更多可以按订阅，然后记得订阅八婆哦。还有凯洛，耶！你有频道吗？你没有，算了。好了，还有胖虎，拜拜。